记者庄世贤台北报道。知名航空服务调查机构 Skyrax 日前公布2018年全球航空公司评比，新加坡航空再度荣获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奖。 World Skyrax 日前公布2018年全球航空公司评比，新加坡航空再度荣获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奖。 World 长荣航空连续三年获得五星级航空公司的殊荣，同时也荣获全球最佳机场服务。 World Skyrax 是全球航空业权威调查机构，每年皆举办全球航空公司大奖，以乘客满意度为依据进行服务调查。今年的评比期间为2017年8月至今年5月，针对335家航空公司及机场进行调查，受访旅客超过2000万名，涵盖超过100个国家，评鉴各家航空公司从机场到机舱的49项服务项目。 Skytrax 的调查是经常搭机旅客的参考指标之一。 Skytrax 日前公布2018年全球航空公司评比，新加坡航空再度荣获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奖。 World's Best Airline 殊荣新加坡航空提供。 Skytrax 日前公布2018年全球航空公司评比，长荣航空连续三年获得五星级航空公司的殊荣，同时也荣获全球最佳机场服务。 World's Best Airport Services 评比项目的第一名，长荣航空提供。